所以国会改革不必等，现在就是我们全民国会推动全民国会，现在是我们全民的这个共识。那我们在目前呢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那我们希望说各个党派都能够理性的来探讨，来符合我们全民大家的一个共识。国会改革一直是我们殷殷期盼的，全国人民一直在期盼的。今天在黄院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所有的委员一起来响应国会改革、公民监督以及我们的听证调查，能够落实我们整个这个全民参与我们整个政策的制定，在这边分人非常。政府官员、利益团结代表或是公民参与，对于拒绝出席、拒绝证言，都有这个罚则，可以罚锾来强制。所以我想，国会调查听证是民主国家都应该有的权利所以我想绝对全力来支持我们国会改革，让我们健全各委员会的这个监督的力量，以及让调查听证法制化，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让大家让这个国会改革能够尽快落实。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